把吉他的完成需要80%的手工，成型、打磨、喷漆、烘干。做一把吉他有7大工序，100多道小工序，过硬的品质成为吉他小镇成名的根基。塘坞镇充分发挥吉他家手造产业链优势，满足个性化需求，发展成为了产业链条完整、国内一流的电声乐器产业基地。目前，塘坞镇共有乐器生产及配套企业80余家，乐器年产值达10亿元，年产各类乐器成品200万把，乐器配件500万套，电吉他约占全国总产量的36%。塘坞吉他把中国古老的制琴技艺和乐器文化传承发扬光大，飞升海内外。